候台前准备操盘，也同时我们有请家教协会冯汉文会长、董事会拿督黄慧仪董事长以及校友会陈家人署理主席以及所有的理事、董事、校长、副董事长陪同见证这个接亲的仪式。现在我们欢迎家教协会冯汉文会长、董事会拿督黄慧仪董事长以及校会陈家人署理主席进行这个接亲的这个仪式，以及请所有的这些理事、董事以及校长、副校长陪同见证的。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在这个新春团拜，大家就留张合影吧。好，我们看中间的镜头。好 ，OK 了吗？好，三、二、一，拍张合照。好，我们的这个舞狮手上举着生意兴隆，当然在这里也要祝我们的校务蒸蒸日上，学校发展越来越好，万事胜意。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醒狮团，那也请所有的这些嘉宾呢到留步，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切烧猪的仪式，我们请所有的贵宾留步。上台一起进行这个切烧猪的仪式，我们请 VIP 桌的这些贵宾呢一同来参与这个切烧猪的仪式。是的，切烧猪寓意吉祥如意，任何喜庆的日子呢都非常适合切烧猪。也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狗年行大运。是的，所有的贵宾要继续的留步，因为新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捞生。是我们请台
幕后的这些工作人员把那个捞生的这些食材抬到台前来，我们待会呢也会请全场的来宾跟我们一起进行这个捞生的仪式。是的，我们这个捞生是由肝胆雄校所赞助的，同时这个烧猪是由拿督王八李庆进、陈景轩董事赞助刚才的。